好，各地的老街都非常热闹，有吃有玩。不过来到莺歌老街，这里引人关注的还有这只狗明星 Cherry。这只黄金猎犬呢，它拍过电视剧，拍过微电影，而且还上过不少综艺节目。今天啊，特别穿上是喜气的红衣，到庙里来拜拜，祈求身体健康。拜拜，走，过来了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我们去拜拜，走。大年初四，狗明星 Cherry 穿上喜气红色衣服，跟着爸爸到庙里拜拜。天天快乐，健康平安，好不好？就要健康平安，天天快乐啊！黄金猎犬 Cherry 模样卡哇伊，在当地有名，更是偶像剧常客，辅为电影，上过不少综艺节目。过年的时候，就像往年一样，他的。我们家的我哥哥我弟弟的小孩他们都包红包给他，他现在今年已经到月底就满九岁了，那年纪也有了，那希望说来年可以让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。千里也很虔诚，而且他是我们莺歌很有名的正狗，因为平常包含弱势团体相关的活动，我们都会跟着他一起出门去做这些公益活动。过些年 ，Cherry 又长大一岁，到庙里祈求这一年健康平安，继续当狗明星。追新闻，薛雪华、吴怡萱、SNG 小组，新北市报道。